女人最怕的就是疤痕，疤痕会令她们失去自信心，甚至乎是不敢做自己喜欢的衣服，或者做自己想做的事。但当她们越是想避免在生活上造成任何的碰伤，意外就越是容易发生。疤痕对男人来说可能是英勇的象征，但对女人来说，疤痕只会令我们觉得尴尬，同埋尽一切的可能去掩饰。我是一位职业的瑜伽导师，亦都是一个单车运动员。在单车比赛的时候咧，好经常我哋都会碰撞跌低，伤到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在膝头哥嗰度。就算好翻咗，个疤痕都会好深。咁我就会觉得有少少尴尬啦。如果要去着短裙同短裤咁，因为我唔想人哋见到我身体嘅疤痕。我是一位妈妈，我有两个女。他们都是开刀生出来的。有时我很想穿着很漂亮的比基尼去海边度假，但是一想到我的疤痕，我就会有少少犹豫。我试过很多不同的 cream 和 gel， 但是试了很久都没什么效果。疤痕的形成最常见的因素可能是因为运动的时候跌亲，妈咪生 BB 动手术而造成的，被蚊虫叮咬，或者是交通意外之后而造成的。去疤的产品最好是可以符合这五个大的特征，例如有安全使用、淡化疤痕、软化疤痕、整平疤痕，同埋在短的时间里面可以改善疤痕的情况。综合以上的特征，硅胶或者是我们称之为 silicone gel 是亚洲人治疗疤痕的首选。最后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啲管理疤痕嘅小 tips。第一，如果你哋有新伤口嘅时候，我建议你哋使用啲性质比较温和嘅浴水或者系清水清洗干净之后，就搽上啲浴膏。第二，千祈唔好俾你嘅伤口喺阳光之下晒伤。第三，千祈唔好用手喺结疤嘅部位勾痕，以免干扰住修复嘅过程。第四，如果你的疤痕是属于啲斑瘤性的疤痕，或者是肥厚性的疤痕，一开始的时候，你哋可以用有 silicone 嘅成分的产品搽上去啦。自从我揾到 Dermatix Advance 之后，我就不再担心疤痕的问题，而且喺每一日只需要搽两次，其实俾你一个好干爽的感觉，咁咧我就可以尽情去享受生活，做我中意做的嘢。Dermatix Advance 最好的就是它在短短几个月里面帮我淡化、软化和抚平我的疤痕，它让我重拾自信，现在我可以毫无犹豫地穿上比基尼了。而小朋友玩的时候很容易受伤，我都会帮他们擦上 Dermatix Advance， 有了它，我和家人都不用再担心再有疤痕了。全新的 Dermatix Advance， 让你消除顽固疤痕，活出精彩人生。